还是安怎啊？你都唔知哦，吼，我这个脚头乌吼，这几天安尼痛啊，也袂行啦，艰苦啊啦，吼，迄恁都唔知哦，迄去被检查偌久呢？你敢知吼？后来佫甲我叫介绍甚物迄个甚物啊 ？X 光啊，吼，讲我吼这个脚头乌吼，这脚头乌啦，这软骨啦吼。讲拢磨了了安尼吼，啊讲我这骨头甲骨头吼，拢弄弄做伙安尼，啊吼，但是讲我这情形吼，足严重啊啦，讲爱开刀啦，才有治疗啦。弟弟啊，哎、欸，你来，哎，他能好卡济啊，哟，哟哟哟，哎、欸。哦等下差不多三天啊，吼，三天啊，嘿。哦，阿妈带几多天吼？哦，差不多挂开刀断院等下，十几天有无？十几天有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就招春团，赶紧来甲你看啦。歹势呢，好恁来哦。哎妹吼，啊平吼，遮尔远啊，啊，阮就想讲吼，要去嘛无方便啊。对啦。啊，就想讲哦，等你啊回来时阵吼。啊，阮较较麻烦啊吼，啊，做伙来甲你看咧，关心讲，啊，你看你脚吼，敢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有啦，谢谢啊，迄病嘛，你莫去啦，莫去。哦，伤远啊，无方便啦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嘿。啊，我听你媳妇讲，你即摆行路，拢爱用四脚椅啊。会啦，啊，暂时啦，暂时啦，嘿。毋是开了无舒适啦。有啦，有舒适啦。哦。阿花啊，这你都唔知影，我迄阵吼，我开刀的时阵吼，嘿啊，我起头开好了吼，我嘛是爱举四脚椅仔咧行咧，嘿啊，啊，行了吼，迄就爱豆豆啊行嘛，行过外久的呢，嘿，到尾尾啊吼，医生讲，哎，我行了真稳，袂歹的时阵吼，伊甲讲啊，我咧当唔免阁用四脚椅仔落去行，所以吼，举四脚椅仔。迄只是暂时的啦，保护咱的脚头有啦，莫阁受伤。我听昨听一个烦恼讲呢。安尼哦。哦，无啦，嘿啦。啊是哦，你较了解。本来就安尼啦，嘿啦，保护啦。嘿，恁都唔知呢，恁都知影我迄阵哦，一支脚头哦，痛到拢袂行呢。哦，好佳哉，有去开刀吼，啊开了吼，有较舒适啊。哦。哇，啊，毋过迄医生吼。我打开刀第二天呢，第二天就叫我着爱起落来行路安尼。敢会足痛？哦，痛啊嘞！着叫我用迄四脚椅啊吼，安尼穿嘞，要落眠床吼，着爱用迄，还是去诊所，拢爱用迄四脚椅啊嘞。吼，啊我吼痛啊嘞，啊无法度啊，啊想讲吼，艰苦嘛是爱行，人医生着有交代吼。啊，我吼安尼穿嘞，啊，出去见狗硬嘞吼，艰苦啊吼，啊，怎安尼穿吼，进步偌济呢？吼，啊，人迄病院迄吼，迄护士小姐吼，拢学了我是模范病人嘞。哦，你本来做代志就拢模范啦。哦，哎呀，模范啦。哦，安尼听你咧讲起来，出院了爱注意的工课，那像袂少哦。哦，开刀了吼，想要较紧好起来吼，唔敢呾是爱学行路哦。就伫啊，啊你转去吼，医生佮有佮你讲，你着爱做复健啊。哦，讲到这开刀这吼，阿桃啊，你上了解我，你知影我的轻重。对啊。哦，这开刀了要做复健吼，迄有当时啊吼，咱想要吼较平淡吼，唔做。偷懒一下嘛袂使呢，阮兜迄个玛丽亚吼，哦，随即甲阮新妇斗呢吼，讲啥物吼？老板娘有交代啦，老板娘讲爱做复健呢，吼、哦，甲我定落来呢，吼、哦，
啊，人我吼，偌认真安尼做，嘛爱乖乖啊做呢吼，唔只有较接近好，嘿啊，无乖就袂使呢。安尼哦。哦，爱搁做复健哦。嘿啊，啊复健，敢毋是爱动来动去？安尼动来动去运动。咱咪搁伤着伤嘴，我嘛安尼想呢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我顶届吼，就是安尼足骨啊咧做迄落复健哦，嘿，唔当会当吼，行路遮尔啊有力。你啊看我脚头虽然开过一道对无？你看我即马行路是毋是有哪遮尔啊有对无？这拢嘛是吼做复健来的。哦，嘿，对。吼，真正够欣赏你的，吼。安尼无做无一个月就好安尼吼。哎、阿糖啊，阿你拢做啥物运动？教教我赶快。吼、原来知影你做啥物运动啊？吼、阮迄阵啊，阮咧福建时吼，讲要叫我脚要互个脚较有力啊，伊就叫我做啥？迄落抬腿的运动啊。啊，佮有。对对对。嘿啊，做抬腿运动啊，吼，讲安尼脚会较有力啊。嘿。啊，佮后壁吼，佮叫我教啥？叫我做啥？迄个，诶，啥物？迄种叫啥？打哦，打哈，打体能机来运动啦。啊，所以咧，我即摆吼虽然落雨无，是毋是袂当出门去行咯？嘿啊，啊，毋过哦，我伫厝哦，我嘛是拢会做迄打体能机来运动哦。安尼我看你看，即摆嘛是真美丽咧。行路行到做咩嘢咧？嘿，对啦对啦，对啊，我嘛甲你同款有咧做呢。所以啊，你袂当分担，你骂你啊，甲你斗啊。嘿啊，啊人讲吼，朋友有一个吼，缘投啊，有见输呢。哦。嘿，人讲吼，我的脚若要靠力的吼，就爱骨力做福建。对，爱骨力。啊，我嘛有咧做迄个打打体能机啊，嘿呢，我有咧做迄个运动呢吼。脚就较有力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。啊，你听下，做迄个复健，吼，啊，搁打迄个体能机的运动，会互大腿较有力来行路的，吼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那恁爱甲我教啊，爱甲我教。啊，无吼，我感觉吼，我若行较久一撮吼，我脚拢无力哩。哦，无力咯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啊，无咱斗阵做。哦，爱甲我教，爱甲。